我打着瓦瓦打着剑魔，他肯定会放线的，搞个曼厄出山就完事了。没事，带疾跑好打。我感觉这把可以出一个，他们的手比较长，其实。要是你在梦里打过我，你最好现在就醒醒，给我道歉。慢点推。最喜欢你的脸蛋。直接打就行。太瞧不起人了，兄弟，走，这怎么可能 Q 我？剑魔爱好者，溜了，来一个这个，再来双鞋，玩啥都出萃取，嗯，主播主打的就是一个，嗯，贪财。呵呵小炮很想跳，但是跳了会死。这里可能要被千玉抓哦。哦，不过还行，印记在下路，他这波四级。这是谁的牙齿卡到我的拳头上？有人知道吗？小兵太多了，带疾跑就不怕被拉扯。带疾跑就不怕被拉扯。他老上来跟我打，剑魔不能这样打晚豪，这样打晚豪太危险。走喽。护甲鞋。搞了个布甲鞋，嗯，算了，我买铁刺鞭吧。买可血吗？还是买挺劲？但是我感觉这把可能买，要买什么？先买个这个吧，铁刺鞭。Enemy 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为啥不能三项？三项的话，你需要 A 满它才能触发，有点小弱吧，只能说。我的大衣比这里所有东西加起来都好。挂路，哥们。哎，不急。随便打。
，W 放出来就是。 他还想卡我经验打我一套。哇，这英雄推塔太快了，好赖皮啊！好赖皮的婉豪，推塔太快了，加油！ 他好像带的是复苏之风是吧？两拳就能打死他，其实。 哇操！别打了，兄弟，剑魔不是这么玩的，玩不完，结束了已经。 算了，等一下再宰他吧。先回去留一层，回来接着弄。出挺进好了，我想一下下一件出什么？挺进加黑切好了，挺进加黑切挺合适的。 或者其实我第二件就可以直接做黑切，但我感觉攻速会差一点。就千玉五个头，这不可以杀他呀？不过他有大，看能不能先把他大骗出来。血手巨九没 CD 没用，婉豪的英雄吃 CD 再追反杀。上方。饶他们。 为啥想不开呢？活着不是挺好的？干嘛呀你？这千羽肯定要下来的。哎呀！ 活着不好吗？要 TP 一下的，又没闪。我刚刚感觉我打千玉那里失误了一点，打千玉的时候我失误了一点，我觉得没打好。 好像剑魔挂机那倒没，那倒不会。嗯，多带攻速是好，好处多多了。塔下挂了。
晚豪还是很需要鞋子，出不假鞋子。满城征服者一刀石头杀了，也不是吧？主要我怕他会跳开，我就直接把他移过来。我有一拳没打出来，卡平 A 了，主要看弹幕，看弹幕导致我卡了一下平 A， 所以没 A 出来。原地破坏者，骨头折断的动静，从地落带的响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失误了一点，真吵架了。不是干王我萃取都没打完，他就已经崩了。番茄炒蛋拳，他那个 W 居然没有那个。Hello 兄弟，看到我了吗？怎么可能追我的？你也要试试看吗？你也要试试看吗，兄弟？还开几炮？没被打死过，我操！把那鼠标点着他，他落地自动就 A 出来，一下打死了。还交闪，还是真得出挺劲哈，这减速蛮关键的，而且物理伤害还能加移动。有人又来找死，那个不来。哇操，还是挺疼的，嘿嘿，啊，舒服。出个毛破败，直接出这个，干死他们！这样我 CD 又痛，打人还加移速，这个移速，再加疾跑，我操，被我粘到一个别玩。哎呀，让我爽一下嘛！还没开始打，我操，红水晶剑魔创始人。头了。